Tibet.那我们现在陆陆续续的就已经开始把原来的住院的其他病患者尽量的这个建议他们出院。如果是重症的话，已经在这个安排请求上级单位这个指定这个转院的那个指定医院，然后呢把全院的196张床全部腾出来，然后准备应对这次疫情。 很有意思，很多女生的都去了。